那么出道的黄教主夫人 Angelababy 凭借人气综艺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以及多部影视剧作品，成功上升至时下最红女星之一。不过人红是非多，关于 Angelababy 整容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。虽然 Baby 去了整容诊所做鉴定，医生也证明了 Baby 没有整容，但是很多网友还是不相信。这不，最近 Baby 发布了一条小视频，很多网友又称 Baby 整了网红脸。5月6日上午， Baby 更新了自己社交动态，放出了自己刚刚拍摄的跳舞小视频。视频中的 Baby 随着背景音乐大秀舞技，与音乐合拍，动感十足，舞动的姿势也带动了屏幕特效，仙气十足。不过可能是因为加上滤镜的原因， Baby 的脸变成了网红脸，很多网友都表示有点认不出了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沙尘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，如果家里只剩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